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，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，我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。在这个看似什么都有的地方，爱情却成了最顶级的奢侈品。我们不知道自己会爱上谁，不知道自己是爱情的主角还是过客，但我们仍然期待着爱情的来临。奋斗的成长时光，虽然我已经毕业了，但是身为校友会的主席，我也希望为学校出些力。重建图书馆的事情，不知道我能帮得上什么。这次图书馆重建项目呢，学校想弄一个筹款晚会，除了筹款呢，也是想给像你这样事业有成的校友啊一个重聚的机会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嘛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呢。当然当然，既然校长这么看得起我，校友会和我一定尽全力。我倒是有些关系可以邀请一些品牌来进行赞助，像服装、红酒还有手表，都是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。能不能不要红酒？当然当然，我只是提供选择，决定权在学校。好，那就好。快看，应东啊！幸好吴安伯不在，注定他没眼福。好帅啊！来学校了，在礼堂大厅。他来学校干嘛？不会找我哥的？不像啊，他跟蓝老师在一起呢。听不清说什么。顾家 Amber 英都来了。大公爵你又来了，就知道讨好 Amber 公主啊。英都来了。他在哪？刚才在礼堂大厅，现在正在往停车场去呢。Amber，你的包。这是英东，奢侈品大王的独子，亿万身家的继承人，更是博汉大学顶级校草。毕业三年，始终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。所有的姑娘都想拿下这个黄金单身汉，但据说他有一段无法忘怀的初恋。Amber， 吴安珀，博汉现任校花之一，酒店大亨的独生女，漂亮任性的小公主。人生准则是，任何东西都只要最好的，包括男朋友。因此，在他眼里，只有应东才是唯一的男友人选。他开了家名叫“爱非爱”的二手店，专卖自己淘汰的名牌物品。没想到能在学校见到你啊！听说你现在是个空中飞人。我也没想到回一趟学校能遇到你。听说你常常不上课。一个满世界飞的空中飞人，一个传说中的旷课达人。我们俩这样也能遇到，是不是很有缘分啊？啊，下周我爸在泰国的新酒店开张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剪彩仪式？我想我没有时间。超人也要度个假啊，你就当是玩一趟也好吗？上个月我已经去过泰国了，待腻了。那，瑞士。下周我爸要在瑞士开三周年庆典。从5岁起，我每年都去瑞士滑雪。那太好了，那一起去吧。
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喜欢滑雪了。对了，听说星期六你要办 party， 也许那天我会有时间。 party 是在上海吗？你在哪，我们的 party 就开在哪，你一定要来。是。哦，看那边的女孩好漂亮啊。不认识他，万家，他就是万家，那个美术学院的万家，难怪能跟 Amber 情侣两大校花呢。你觉得他和 Amber 谁比较漂亮？这，我觉得他们好像类型不同吧。像 Amber 的话，感觉就是天上的，而万家是我们人间。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，万家是与 Amber 齐名的博汉校花。她虽然出身普通家庭，但身为艺术系的高材生，清纯气质自然与众不同。如果说 Amber 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那么万家就是能激起男生们保护欲望的灰姑娘。那你选呢？我当然是两个都要。我不要，我是台美女。接下来的新朋友，那我们就玩个新游戏吧。好，好吗？好。这个游戏叫 Kiss Game， 在场的每个人呢都要抽一个号码，抽到相同号码的两个人必须当众 kiss， 而且是一分钟。哦，好刺激啊！哎，要不要玩这么大呀？哎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抽到相同的号码，都得 kiss 啊。嗯，一分钟时间太长了吧？二十秒就够。你要不喜欢五秒钟也可以，喜欢的话五分钟也成，大家自我判断吧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我信不过你这臭小子，我建议换一种抽签方式。你怎么事儿这么多啊？你怎么那么着急，被我说中了。我们在所有蓝色的牌上写上男生的名字，然后女生来抽，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。你们说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哎，开始喽。好紧张啊。谁先来第一张？你最张罗，你先来吧。来，看，我看。哇哦，快说是谁啊？哎，等等，是谁啊？哪里？哎，左一来，左一来，左一张。华有希，华有希，华有希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说到你到了，怎么就这么巧？华有希，我说要抽号码，你非要抽名字，怎么样？天生注定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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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公子谁啊谁啊？亲一个，公子，公子，哇！下一个谁啊？别光看我，对啊，下一个谁啊？没把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佳佳吧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？啊，阿俏，哎，快点，没把啊。我呀，你想跟谁啊？是虾姐谁啊？还有答案公布喽 ，Waiter！ 来吧，小东西。背包你要进吗？有你吗？啊！欧阳翘。你得选喽，韩定一，来吧。哇！哇！嗨，康子睿。哦，康薇薇的哥哥康子睿，是你呀？一样，来，一样。
玩游戏嘛，开心就好。快点亲啊！就是，你快点，好掉位。下一对是你们谁啊？谁呀？佳佳吧。佳佳，玩家到你了，快点啊！有一个，王子。佳佳，你也太好命了。真好，快去！玩家你好幸运啊！爱情就像这个 kiss game 一样，你心向往的并不是你最终拥有的。你看，这个晚上，爱神就跟大家开了一个小玩笑。